真没想到你家这么干净。这不是我家，这才是我家。进来啊。我叫抱抱，我的每一天都在不停地清洁、整理、制定计划。清洁、整理、制定计划。你这一上房子，你得改改了。没去看看心理医生吗？我去看过心理医生。医生怎么说？医生，哎呀，你我操！能把心理医生逼成患者，不是一般的患者。看来我遇到对手了。可以啊，鲍老师，肥肠都敢吃，赶紧再给他办个住院手续。要死啊！是啊，这一切终于可以停止了。再追加两个疗程，经过我细心的呵护，大家的病情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恶化。这就是我独创的，我一定会照料好。